现年54岁嘅邓穗文文女单身多年，呢日就喺社交网上度自爆，18岁入行之后就冇再过情人节咯。佢喺贴文度表示，唔庆祝情人节系我自18岁入娱乐圈之后嘅正常方式。一嚟喜欢低调，二嚟最怕未想人知嘅恋情曝光，三嚟就觉得情人节当日先表现嘅爱情系冇咩意思嘅。仲记得以前喺 TVB 拍剧嘅日子，女演员们都希望情人节当日可以请过假过过节。有时睇见统筹懊恼，唔知道迁就边个好嘅时候，我就会自告奋勇提出拍我嘅主景，成一拍唔带佢哋嘅戏，咁就皆大欢喜啦。而我亦都可以专心一致咁样喺情人节度做我最爱嘅事，所以唔庆祝情人节，我系习以为常啦。尤其系拖都冇拍嘅日子啦。佢又话自己就系最好嘅情人，为自己安排挚爱嘅节日，或者做个有情人去搵想有人陪嘅女朋友咁话。